这个人让我刮目相看的一点。今天虽然没有得奖，因为我跟他合作过，看他很久，我真的很想讲，就是说真的是刮目相看，我们没有认错。就我刚刚很感动的是，我觉得李安导演是我的一个贵人，然后他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。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从来没有导演他用，然后连导演他选择是第一个用我，给了我那个三年半的机会，然后让大家才又重新看到我。所以其实我真的对他是满满的感谢。到刚刚他就这样对我说才好，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、善良。对晚辈，对照顾人的事，所以我很感动。没有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是，当时看完，因为我 OK 我看完，当时我第一个选择是给他，毕竟他那场戏真的大家都看到，有目共睹。那场戏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自己其实我们在座谈会前，刚遇到康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看了两次那场戏。我自己一直在想，我身为一个演员，我在想说那场戏如果换作是我演的，然后他100%做到，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。